阿贝，我来了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BAY 阿贝。那么今天呢是开服的第二天哦。那阿贝现在的这个星彩攻击力已经来到了3600。那我们来去推一下这个百花集结，来看一下我们可以推到哪里哦。来，出发。那这边的话，阿贝有抽到这个章盒。那么章盒整体的这个坦度啊，是比上貂蝉屌好上屌什么，好像蛮多的啦。所以说呢，我就把它派上来吧。哎，话说我的这个等级可以去做提升一下，我现在提升一下好了。例如说，我现在这个星彩可以再升个几级啊？按错，哭啊！但好像会有点浪费。刘备的话也是升一下，升到35吧。增加他们整体的一个坦度啊，因为等一下我去操人的时候，总要有人帮我挡一下，对不对？总要有人帮我挡一下。哦，这边解锁了一个突击一，那等于说我星彩这边也是可以突击一下了，是不是？破绽，破绽升级变突进。嗯，那这样是可以增加攻击力吗？哦，它可以变成另外一种模式，哎，对啊，另外一种造成的伤害变少了，是不是？嗯，但是它可以造成额外 44% 的一个真实伤害，怎么感觉是第一个比较猛？看起来啊，看起来怎么好像第一个比较猛？对啊，这个还可以命中什么造成380%的一个伤害。好，先不管这些，先不管这些，这个好像影响不大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呢就来推一下这个百花集结了，来看我们第二天平民玩家可以推到哪里哦。来，出发。高深莫测，各位。听说文姬大人并不是自愿打工的。好，我们先从左边开始好了。包三娘，哎，这个伤害打出去好像击飞，勉强还可以接受，对不对？击飞，哎呦，还想要干嘛嘞？击飞，哎，没击到，算了，得把他干死就好了。哎，我的队友整个强很多，还没死哎、欸！来，直接破掉！我队友居然还活着哎、欸，两个都活着哎、欸！我的天，他们长大了，他们长大了！杜龙下去 ，Tjong has totally 偷爆他们！哇，三个人！三鸟哎、欸，一飞有飞起来了，尴尬。哎呦，一二三，哇，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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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太难了吧？这25太难了吧？吕布、貂蝉、张辽，给不给人玩？我下一场好了，这个太痛了吧？看有没有机会。推荐阵容评分要200000了，这太难了啦！对啊，先到左边这边等张辽，出来就先干他，击飞啦，不然他一直在那边挡，隔挡蛮麻烦的哦。我怎么觉得我干死一个张辽都干很久了？我先去，哇，好痛哦！张辽干我这么痛哦！等一下啦，再重新靠药，直接残血，太难了吧？看来今天应该没办法到25了，应该没办法，这个太痛了，你知道吗？太扯了，扯到一个夸张。先干张辽，然后等一下找有弱点的干一下。但是他们都在一起，其实蛮麻烦的，你知道吗？哦，好痛哦，打一下那么痛哦。好，吕布，吕布有，
也是我靠腰啊，吕布有来直接断，打太阳啊，哈哈哈，这个怎么接一套下去都没打多少血啊，这个应该没戏唱了，这个太夸张，我不要摸到一下就超痛哎、欸。迪飞，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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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哦，敌方出现弱点，一二三四，完了，接到五去靠腰啊！34秒后就狂暴了。张辽不要，至少干掉一个张辽，好不好？你们说好不好？至少带走一只。敌将还是 totally。断啊！要断我先死了。哎，太强了，太强了，没办法哎、欸。不然这次我们试试看，如果我们用，哎、欸，直接送这个奇魂诀是不是？奇魂诀啊，不然这一次我们用张合试试看好不好？我们控张合。金将表现一下可以了吧？豆豆、欸，可是他攻击整体少了1000多，少了1000多的攻击。不过张合他的这个攻击范围蛮大的，你知道吗？而且很快，有没有？很快哦，攻击真的少很多，真的变养，是真的养。不过。他的这个本身角色技能就是打很大，我先断这个，两个都断掉。来，队友们接一套，接一套，接一套，接起来。哦，那这个范围打的大不大，还有出手速度也会有影响哦。整体来说是影响蛮大的。像星彩，毕竟他就是一个卓越嘛，虽然说他攻击高，可是他的这个出手速度慢。出手速度慢跟打的范围也小，对啊，啊，没了，凉了，怎么办？好想抽卡哦，对啊，超想抽的、欸，嗯，打不上去啊，太难哇！还跳礼包给我是不是？叫我氪一下，阿贝氪起来哦，不理他，好不好？直接不理他。那我现在就是卡在这里，我的关阶才可以再升级啊。那就只能先这样了，就放置一下吧。反正他这一款游戏本来就是一个放置游戏啊，对啊，慢慢玩就好了，好不好？慢慢玩。如果你急的话，就会跟钱过意不去。就会跟钱过意不去哦。